这个叫太子虾，东海太子虾。粉丝天天在作品底下评论，告诉说有能耐你去把那个吃个什么龙王三太子啊，吃个啥？我今天三太子没整哎，今天把太子虾整哎了。它是几太子我就不知道了。第一次吃这个虾啊，看这个蓝色的籽，先尝一尝这个籽什么味道。嗯，虾子的味道。看看这肉怎么样。肉比较鲜甜。籽不能浪费。就是比较鲜甜，这个吃刺身味道和牡丹虾挺像的。哎，这个肚子上没有籽。这个籽的颜色特别特别好看，哇嘎哇嘎的。